到了老人谈好重。啊，飞月亮。今天怎么撩？我不知道哎、欸，每次打一打都说还好，苹果还是什么，打久就好腻了哦。不撩了，不撩了，感觉我好渣，不撩了，不撩了。可是你弹好多哦。感觉快毕业了哎、欸，啊，好舍不得哦、喔！我找你找，哼。天哪，我眼睛张得比这个 NPC 还大了哎、欸，眼睛现在张不开啊！挂机玩买快，什么意思？哦，你说你是挂台啦，挂机。今天睡得很好，没有哎、欸，一样，哎、欸，四点多睡吧。哦，难怪那么强。永济田中，加攻加防又补血哦，我也有。眼睛，你快打开啊！眼睛，不行，看到自己眼睛闭成这样都好想睡哦。眼睛，给我张开！怎么会那么眼睛会闭这么惨？欸、好多了，好多了。弄完完美课题之后，有什么可以开台玩？很多啊。不是吐司喵，
时间设太久了啦，但是教学没错，可是时间也设太久了，让他看东西看太久了。我那时候在吃东西，吃完啊，想说啊，十分钟了，啊，怎么还在东二局？要等他立直之后啊，那边台的时间就正常了。哎、欸，我嘴巴没张开、欸，你看我这样嘴巴没张开，新手慢慢来。不是他昨天有一个叫十三什么鬼的，全程都在直接讲说要打什么牌，他、啊、也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打。他秒速射太久，300秒啊。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比如20秒跟60秒，你那个20秒用光走，你之后就只剩下3秒钟。但是如果你设300秒的话，是你300秒用完，下一轮你还是300秒，所以你可能，所以可能可以，半夜12点开台，然后断线，然后到早上可能还没打完。眼睛又快闭起来了，搞啥、啊？刚吃完一个怪怪的面，真的是，哦，很像是这只是水煮面，然后只加一匙沙茶，那个沙茶有加跟没加一样，闻起来有沙茶味，吃下去完全是水的味道。三加五我不行啊。说开台要回讯息，三加五消失掉。三百，你要跟他说啊。他那时候在看牌谱，看了100多秒。嗨，黑猫，他看了100多秒。Hello. 干啊！昨天问他说：“啊，你牌谱记得怎样？”他说：“他把最难的记下来了。”我说：“干嘛记最难的？最难的那些都叫梦想，不用去记，自然就会做了。那看别人喝一次，你就知道怎么喝了。”在那边合，都合，最难的牌谱都记下来了啊！我是最难背牌谱的。而且进张，进张只进了两个，那叫什么雀头？就两个对子而已，哎、欸、没有，两个一样，那叫什么雀头吗？还叫克子？哎、欸、不是克子，那还有优花，
欸，才两个而已，就说我怎么看到七对子的啊？对对对对，我怎么看到七对子的影子了？我说干，你才两个对子而已，就说看到七对子了。那些碰碰舞不是每次都看到碰那个七对子的？我去上课，好，加油，好，生日快乐。难才容易背，啊难，那些白痴字一设就不用背了啊，全都是字啊。他还说什么？他记下了国士无，他有背国士无双，然后试汉课跟什么绿鱼色，他背下来。他是很常七对，我也很常七对子啊。啊，但是我又很喜欢碰碰虎吧。啊，你怎么也在那边叫老板？你是扳手、喔？啊，进。他是只想多记多的番吧？他可能就觉得什么前面那个番也太长了吧，他不想记。以后跟他玩只能玩溢满有没有？你用国士无双，哎、欸，国士无双就不用记啊。国士无双就是，可能是小起点底都是啊，五十秒观众大部分都叫他老板哦。对啊，我想说是他的特殊称呼吗？打喷嚏！哎呦喂！哎呦喂啊！啊，不知道土司庙是真的有心想要学日吗，还是怎样？因为昨天看那个聊天室的观众在已经是在怎么讲控制他怎么玩的。我想说，那是他的老观众还怎样？我就想说不要介入，反正那是人家观众的东西。可是他的教法怎么可能教得动啊？不教得动啊？这只是讲自己的东西。他昨天不是讲一堆术语吗？我想说啊，完了，这是在教心酸的。嗨，墨雪。你子好痒哦！有那种感觉，对啊。还在那边说，哎、欸，奇怪，出现例子了，可是他听的牌全都写无意还是什么的。说，哎、欸，等一下，绿茶牛奶你是怎么教的？我叫无意，我还叫你给我看牌谱，第一个，好吗？一般的第一个例子，我想说你立下去才有意，还在每次都说哎、欸，可是我立了没有意呀、啊？啊，为什么又正听？我说、啊，我都很想要直接抠通话叫他、欸，哎，用抠通话逼他，可能有人想你了，可是不是哎、欸，不是骂人才是打喷嚏吗？讲人不是耳朵痒吗？对吧？
好想进去教。对啊，就像麻子那时候也是啊，麻子那时候我就是也是跟他讲啊，哪边不懂要直接说，不要应付我，不要敷衍，不懂就要问，我教到你懂为止。那种东西要多看别人怎么打吧。不是不是不是，他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震听。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我还跟他说，你只要手上有国士无双的牌啊，你吃或碰你要小心一点啊。昨天在那边吃的很开心啊，然后他的 VP 又把他那个吃碰的那个给盖住，然后我们以为他碰碰胡，结果他当他进章的时候明明是自摸，就发现说不对，他最右边被 VP 挡住是吃。然后我昨天聊天室在崩溃。跟他去看菜啦，他看不懂啦，他只觉得皮很香，大叔很香啊，然后 A13 吗，很香啊，正太很危险。对啊，所以刚才讲说你要就是你吃了19或自牌，你就知道混一色嘛。啊，你那边随便乱吃你就完蛋了、啊。刚才讲说那你就玩河底吧。他说什么是河底，要去玩水。我说干，河底摸鱼啦，海底捞月啦。这感觉他好像玩第四天了吧，今天第四天。他今天他。对，他玩第十天而已，所以我才跟他讲说，你首先去给我去记前面三番，反正前面三番是最多的、啊，后面根本不用记啊，后面清一色不用记吧，啊，阿义嘛那些也不用记啊，看一下就好了。重点他还每次在玩那个要换牌的时候。他觉得说，什么，可能跟玛尼亚一样啦，就是条子比较多，他就会把其他筒子腕子丢掉。但是筒子腕子都是像4、5或是7、8这种顺子，然后他全部都送出去了。先学国士，有啊，你昨天在那边说，哎、欸，牛奶，你有教他国士怎么胡国士吗？他说有，嗯，教的不错。我觉得啊。我教错了，我的方法都是错的。玩最简单的断腰酒，慢慢喝。那就是要嘛断幺九，要嘛就国士无双啊，这两个就是有冲突的东西啊，一个是打掉幺九，一个是留下幺九啊。一连安安，最后要打阿尔宙斯哦，我最后要打阿尔宙斯。你是说我最后要打阿尔宙斯吗？还是什么？没事，阿尔宙斯在我的电脑里面了，在我的牧场里面了。你打得过吗？你去看我影片啊，去看我的 VOD， 还是你要跟我约在淡水打架？来，可能以为是主线尾声吧？啊，都讲完美课题尾声了，我又不是，看一下哦，对啊，完美课题接近尾声啊，完美课题。
那我要膀胱了。哎、欸，来来来来来，我们淡水捷运站见，今晚十点，我们紫禁之巅啊！其实没很难打，哎、欸，真的哎、欸，如果他可以重回去挑战吗？可以对不对？不想要挑战看看，因为他的模式仔细看就是那个嘛。哎、欸，不是那时候菜渣那时候挑战的时候打不过来这边，其实我打过了，那边耍诈。好的，我马上关店。靠腰，干你要赶上来哦，你赶不上来，你赶上来也得十点了吗？可以啊，之后是100等，好啊，不然要拆下去打好了，我不要。哈屁呀、啊、哈！啊，你哈屁呀、啊！你是在哈屁呀、啊！我会开车啊，我也会开车啊，我会用嘴巴开车。晋级剩三次、啊。说好几次觉得对啊，就泪魂啊，一样是泪魂游戏。你开车跟我的开车好像差有点多，对吧？他有打过，因为第一次他用 bug， 第二次挑战才真的。不是吧？他第二次挑战的时候，最后被打死，他不是关掉吗？我那时候怎么看他的记录档是这样、啊？还是我看到精华、啊？用嘴开车？对啊，怎么了吗？一连想试试看吗？来来淡水捷运站。没有，其实真的要快来我家的话，其实要搭前一站叫做红树林站。哎、欸，你可以搭红树林站的轻轨，会经过我家哦。啊，经过要跟我说，我站在窗户边跟你们挥手，很像灵异 V 八有没有？都是恐怖的人站那个门窗在跟你招手，好恐怖哦！他要把他的尊严拿回来，有哦。啊，那就是精华没有剪进去，是不是？不用太远了，那我去找你，我可以让你照着嘴巴多恐怖。小蓝，不是啊，有时候看那种灵异影片还是什么的，都已经隐约感觉到下一秒要干嘛了。都已经先已经吓好自己了，对不对？啊、等一下就会有人从这个窗户走出来啊，或是影子下一秒就会脖子抬很后面，或是手机拉很前面，然后用眯眯眼在那边看。听起来好像不恐怖，可以试试看。嗯，既然你觉得不恐怖，那就不用试了啦。有些事情已经是啊。对不对？明知故问那种，就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要去宝可梦中心吗？什么宝可梦中心？你是说现实的吗？还是你要在阿尔州是盖一间宝可梦中心？诺夫是什么？什么是 No 夫？那个黄威什么鬼的？还是洗一些奇怪的东西哦。这观众也太晕，就很北七啊！我就看他想要干嘛？还是他是四年一班十号四年级？补一下招式。不用啊，为什么？我还没弄完呢。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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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没有听声音耶。不然他没听声音，怎么会能跟我对话？
对不对？啊，刚猛不是。是假？你说你是假吗？哎呦，哎呦，这个不用跟我说，没关系。我在香港，你要过来吗？虽然有点远。你先回答我，你是男生女生？我现在我要木木上身，你是男的女的？突然觉得有阵子没开这款了、欸，哎、欸，喵哈 ，hello。欢迎赶上我们的毕业典礼，还有四只宝可梦就毕业了。哎、欸，干！我昨天真的解这个任务解到气死，尤其是这个铁尾跟时空咆哮，用到刚猛铁尾是90，时空咆哮还是85。那 miss 不到几次？你看我的刚猛超新已经多了多了22次。然后这个就还好啊，这个因为它是刚猛只要25次而已。啊、它是一个25，三个40，这个是一个40，三个25。哦，哎、欸，看到没有，小朋友，阿尔宙斯打勾勾。好了，就这样，还在撑。哎、欸。要问他会讲中文还是讲人话吗？要怎么问？嗯，看来他是会讲人话，也会讲中文。花神来不来？你去找他、啊。我已经要坐下来等下礼拜的卡子。对啊，我就是想说，看能不能在 DLC 来之前，先把课题完美。都可以耶、欸。他都答非所问，你也太快！你知道我本来想按吗？可是我遇到怪了。睡屁呀、啊，起来！一直哈喽，好，勇气填充差两次，咦？两次勇气填充，他来不来我不知道，但你要静静的。哎、欸，不是说会回血吗？我看错了是不是？治愈自己异常啊，是异常状态哦，我以为是补血嘞，北七。哦，这好好用哦。可是那这样子，我还是觉得克雷瑟利亚比较强哎。一连。没办法，其实打一连真的会跳出这个一耶，自动选择会选到这个一。我的一。哦。看人家的兔兔头贴，原谅他吧。
我今天不知道哎、欸，还想说要不要十二点前关？又不确定了。哦，我的天哪！难怪今天的面那么清淡。我那个小卷好咸哦，它是那种配白粥的那种咸，就咸淡那种哦。哦，好咸好咸。而且他怎么可以把墨不是墨鱼啦，乌贼里面的那个骨炒到那种跟吃那种一咬就碎、欸，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塑胶已经不是塑胶，那个塑胶骨头完全断掉了，好脆哦、喔，有关于安安。安安，等一下，我现在喉咙有东西，哦，好咸，哦，好咸，哦，我现在口水都是咸的，破亿啦。什么东东好咸？乌贼，应该说小卷，然后炒的好干哦、喔，然后一咬下去，它根本就是已经浓缩了大海的精华，我的天哪！吃这个油，吃这个小卷，仿佛你喝了一百桶海水一样哦。你被禁了，你活该啊！再不看台规啊，你活该啊！还吃广告，你活该啊！久久安安，那被禁还不乖，你活该。因为你没给我钱。水之波动，恶意投锤，不是意念投锤，恶意投锤。水之波动，感谢徐景渊的会员，哎，如果有兴趣加入兔窝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怎么看台看那么久，决定要加了吗？大卷、中卷、小卷，就是你就看大、中、小就好啦。小卷大概就是你的小指头两节吧，两三节的那个长度，通常都是那一口下去，然后配稀饭还是什么。
要传多少？传什么？你说钱哦？没有啊，我乱讲话的啦。你不要乱来，不然哪天你爸妈看到说什么我儿子还是我小孩，为什么一直给这个主播钱？他是不是被下药了？奈小奈安安，我那时候看到，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闻，说，他儿子跟他要钱，说要给那个直播主钱，就一给了十几万，他说被下了降头还是什么的。我看到那则新闻，觉得哇，好好哦。交子川安安，子川萧，交子川安安。到底？哦，我现在在亲嘴巴里面的那个小卷的骨头。它真是碎裂到那种，我在想说，我到底是吃到了吸管的那种膜还是怎样？给十万五万，还跟他妈要生活费，好吃好吃，好像就是那一篇吧，同一篇吧。繁星不会地震，我不会地震。繁星昨天有地震，嘿，所以嘞，我没感觉啊。你在想象，很像那种小那个吸管的那个包装膜被剪碎了，然后塞到你口嘴巴里面，你在那边慢慢把那个膜一片一片的撕出来。口感早就把这碗倒掉了，佩服了。不是啦，他就是我爸在配那个啦，配粥的时候在吃的。我爸配粥的时候吃啊，不是那个，然后他吃不完。我刚不是说有一碗面吗？他是煮好之后上面加沙茶，但是闻起来有沙茶味，但吃下去就是水。就是水的味道而已，然后说吃得很痛苦，又没想到是拿来其实要配那个刚刚说的咸蛋跟小卷啊。哎呦喂，白痴哦！病毒与威胁防护，并未发生任何威胁，那你跳出来干嘛？你知道现在看到口都会脑补成沙吗？这沙感，我早就把这碗倒掉了，被不敢继续吃。配豆枣，对啊，我喜欢吃豆枣哎，但我还是最喜欢吃肉松。Hello， 那时候都会把豆枣直接当零食在吃。
我要烤肉，烤肉是什么？烤肉谁？喂、欸，啊？是苦肉谁？没错。他眼睛闭起来太可爱了。哦，原来眼睛是 U 字闭哦，我想要斜的闭。哎呦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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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会把口自动哪一个啊？你是说可乐神社吗？这是可乐神社的，对吧、啊、？U 的眼睛，可乐神社。被打转过来看我没有啦，那是刚好永泉佑在这个位置啦。哦，还是你是说他的眼神会看我，对吧、啊？会瞄我说，我才每次说你看屁啊！你看偷看我，他说给我小心一点，给我卡碎你啊！咱拄会到。每次 YT 推跑出都忍不住往下去。你是说木棉花的吗？我看一直看啊。Cool sense。冲啊！喷水鸡肉饭，最近都跑出咒术回战。哎、欸，我怎么没看到过？最近比较常是出现家教跟暗杀教师。哦、不过昨天暗杀那把家庭教师半夜啊，那时候在白兰子站的时候，还是就是日文配音，然后那时候有到2000多，半夜了，那时候是已经半夜了，2000-1800，然后刚打完白兰之后就换成中配嘛，然后瞬间掉到剩300，哇，日配的伟大。他讲到第三次国语了，欸，他这次好像就会一直播很久了，欸，他好像没有说到几号，因为那时候说是播到3月4号、3月5号吧，忘记了，按错了啦，哎呦，按错了啦，然后这一次好像没有说了，欸，日配太香了。我那时候是未来篇开始，还是看日配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开始看无名小站上面的东西。
中日一轮，对啊，那时候是说中日一轮啊。有哪知道后面一发现不错就继续播下去了。欸，好久没在木棉花上面看到九九了，最近都是史莱姆那些，或是欸，不是前段之前史莱姆也有过啊，每次都抓时间进去看史莱姆开杀。啊，不然就是怕痛的我点满了防御力那个。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我很早之前不是在玩那个歼灭战的时候，哦，王国之战的时候，就有说我最近在看一个漫画，它是就是 RPG 类的，然后女主角把防御力点到最满最极，然后讲不到半个月，半年就出动画了。Netflix 有九九啊？我没有啊。不是啦，九九木棉花就有的看的啊。我只是想要是那种一群人在那边一起打那个罗大佑准备的感觉，懂吗？他的片头曲啊，那就是罗大佑啊。他说罗大佑准备上场，登陆中还是什么的那种。那个什么，小当家也剩不到一个月啦、啊。很多东西看呢、欸，你又没有，啊，我就没有啊，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想接但你有我？对，有了，有。你有我就够了，对啊，干，我去住你家好了，感觉可以躺在床上玩电脑，然后看 Netflix， 看迪士尼，有的没的，好爽哦。棉花猫安安啊，棉被猫的棉花猫，棉被猫安安，抱歉，刚在聊木棉花啦，抱歉，棉花猫。一月底离之后才有空追台，对啊，我知道你是这那个阿尔宙斯之后才来看的啊。你好，啊，你怎么过那么久才回我话？还是你不对？你是不是台的延迟超过十分钟啊？你要不要重整一下？如果十分钟后的你听到这句话的话，我发现他那时候订阅的时候，我问他说：“哎，终于决定要订阅了吗？”他怎么现在才回我？没有啦，不知道怎么回哦。你好。意念头锤插两次，刚猛插三次。意念头锤两次。哎，刚猛。刚猛。下个目标是不是？哎、欸，所以他真的是242只资深道，我现在还没打过资深道啊，没有把资深道我就不会想玩了吧？
深大佬就自己私下偶尔玩玩就好了。撞啊！一念头锤，擦一次，擦一次，擦一次。我们两只。差一次，来，谢米，大地之力，中之闪光，中之闪光大地，大地之力，光，催眠粉，好啊，有何不可？繁星，你不是有会员群组？有啊，怎么了？你有没有私讯粉专啊？暗影球黑洞，太坏了吧！有黑洞，又有催眠术，搞啥？等下哦，达克啊，要不七又74等吧？有了71，没有了。OK。大地之力要用迅疾帮忙，这样
你是要问想要进群吗？还是只是问好玩的？哎、欸，不对哦，不对哦，不对哦！蓝光种子怎么 PP 这么少？啊，算了，哎，那个蓝点，你把它弄一下好了。出发！哇，哦，好棒哦！哦，好不棒哦！你来欺负木木的，他不在啊。是想进，但是截不到头像，你怎么截的？不是你有先敲过粉砖了吗？这个是刚猛，这个是迅疾。明天又要模拟大学面试一次，好紧张！加油，加油！哦，我想到我们那时候大学面试那些，然后我那些没有要考大学的，我们班就三个人，然后我们就在教室里面玩得很开心，因为完全没有我们的事情，然后就被那种主任用鄙视的眼光看。
对啊，加油欸。什么繁星计划？繁星计划是国中到高中吗？还是高中到大学？还是都有？明明叫繁星，却漠不关心这些事情。天啊！不是，我是觉得繁星计划真的是，因为我是九年一贯的最后一个，繁星计划是我下一届才有的东西。繁星不用。我好敏感哦，靠腰！你们在偷骂我，你们在偷嘴我。我上大学没面试，但我现在在大学带高中生面试。哎，哎呦，这么说你很勇哦。欸、黑洞的效果真的好好看，睡着。欸、那我先把达克莱的技能起来啊。那个计划没听过哎、欸，就是要给我钱的计划，我都安抚他们。哎呦，那你很勇哦、喔！我喝个汤，等我一下。能繁星的都很强，天哪，这是在夸奖吗？你们去找繁星计划就可以了啊。而且那时候很好笑，我只要在 YouTube 搜寻繁星嘛，都会找到我。但是再來就是繁星计划，我有一次很白目，我跑去人家繁星计划的影片下面打，因为他刚上传不到五分钟。然后我就在留言打说各位加油，然后我那则留言被删掉了，而且还有之前那个豆花妹的一首歌叫做那个迷人的危险，那时候好像是一个叫繁星什么的，那个一个公司啊，然后那时候我也很想留言啊，我有留言啊，我那时候说。真的好好听哦，什么之类的，从以前就很喜欢豆花妹之类的声音，就我留言被删除了，哦，很难过哎，干嘛现在当繁星压力这么大哦？对啊，就是类似挑选精英的那种感觉，好惨哦，为啥？我不知道哦，明明我那么热爱豆花妹的我这份热情被抹杀掉了。我很难过哎，迷人的危险好听，对啊，就跟名字一样嘛，我觉得是哎、欸，就是来乱的有没有？壁咚超洗脑，你跑去听了吗？你。是学校老师教我唱的，我是四五年前，哦不不，那时候我知道迷人的，我有听过迷人的危险，可是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团体还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在看电视了，都是在卖场还是哪边听到那些歌，然后有一次是呱呱在那边唱歌，刚好点到迷人的危险，我就把哦，原来是这一首，然后就把它加歌单了。天摇地动，蹦蹦蹦，怦然心动。每次卡拉 OK 有人要求跟他喊女推唱，我一定选这首。哪一首啊？
王岛之恋吗？你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先出门送货了，好，利恩，拜拜。我是说他在那个团体。迷人的危险是你老师唱的哦，好强哦！哪一个？哪一个？男的？女的？听了快两年，哎，好幸福哦！又不是听珍珠美人鱼的歌什么的，哈哈。哇，那这样子谢米的任务好难解哦。看一下哦，放弃战斗。黑洞。黑洞。来啦，吃药吃药。那时候长发，长还短，很久以前的他了。哇，好吧，好吧，咻下去上来，睡着。哎，不对，用这个才对。繁星打算结束之后去玩鳄鱼王的姿势。哦，鳄鱼啊，鲤鱼王，鳄鱼王。等一下玩一下吧，等一下试试看啊。鲤鱼王是对那个顽皮蛋嘛，对不对？我记得好像。奋斗值还是要顶一下吧。鳄鱼王很像啊，那聊天是挤成那样子。我想说，我跟你讲，为什么会看成鳄鱼王？因为鲤鱼王的鲤鱼在第一段，王跑到第二段了。我想说，鳄鱼王，然后鳄鱼王是哪个Steam的游戏？我要成为鳄鱼王。完了，我觉得我第九代的火玉三家开场都会被叫捧恰恰吧。嘎坤，嘎哇坤，给我睡。啊，好闷哦！脚丫嘎嘎安安。啊。
滑那之后担心那些那个什么，那个啥，之后的火域三家真的都剩下有蹄类的了哎、欸，牛、羊、马，剩下这三个有蹄类的，不知道他们后面怎么用。啊，因为氏族的像狗嘛，狗就是那个谁，火狐狸吧，他不是进化之后还是用两只脚走路了吗？我觉得他们只是偏见，说猫咪就不要给我站起来这样而已了。那个自愿跑下午给他们的打击太大了。啊，我那时候也跟他们说，啊，不是啊，鳄鱼不是爬虫类吗？啊，蛇就是爬虫类的啊。那时候看到忘记谁说，这次终于不是十二生肖了，我就看了一下，鳄鱼啊，不就是蛇，一个爬虫类，还是觉得太牵强。那这样子，那个谁，火狐狸不是一样吗？它是狐狸耶，它不是全科的。喵喵喵喵喵！这样小火龙比较像蛇，它进化变成龙了哎。大家改名叫小火蛇，反正龙跟蛇都是啊，他们行吗？谁会知道他之后的设定会变成这样的彩蛋？要不是第三从一到三代开始，然后就开始陆续被推断说是啊，暖暖猪也是那个有蹄的吼。哎呦，好痒哦！最后一只课题了，没有两只，还有蟹米，蟹米太难解了。想说达克莱伊看起来我们比较好解，先解达克莱伊。暖暖猪也站起来，对啊。火系的，欸，火系有谁没站起来？都有吧。至少火之鸡从头到尾都站着。啊，你是有看过鸡在地上爬哦？你有看过鸡在地上爬吗？你比较喜欢以前宝可梦，没办法，人就是会习惯嘛。我也会很喜欢以前宝可梦啊，因为那时候就是黑白版那一代开始就变得很奇怪了、啊。就是下一代，哈高猛差六次迅疾迅疾，好啦，都放迅疾了。好想到之前看到有人拿姆的伙伴庙超开心，就进化后站起来，还变成金刚芭比。
不是重点是他喷射火焰是从他的胯下喷出来，这个是最多人不能接受的啊。虽然很没有礼貌，但是木木萧他就是不能进化的啊，伙伴喵也是啊。你不觉得日月那一代能进化的就只剩下那个了吗？球球海狮，不是腰带吗？也不知道下一代的进化会不会也是跟这一代一样，决定要不要手动进化，而不是要携带不变之石。滴滴金币狗，哎，对啊，那时候找那个技能找好久哦。棒。四个好滴滴啊，技能放完了耶。希望今晚可以早点，我本来昨天大概2点就想睡了，可是发了真的点事情，然后4点才睡，然后睡了一下，5点半起来，然后剪个片就8点去睡了。哇，我不知道我最近到底怎么了，因为算了一下时间，我去年是1月底的时候去打点滴，然后现在是3月初的时候，所以我大概有一个，哎，对。没事没事，还好好的。你才在日月动画，我那时候追到阿罗拉的那个6尾的时候，刚好那一集开始没看到，后面就没有再追了。正传会把道具跟特性用回来，只是开放世界哦。我知道啦，我是说希望进化不要每次进化都问你说不要那个谁谁谁要进化要按个 B， 啊不小心没按好的话就进化了。欸，它叫暗黑洞欸，不是叫黑洞欸。87的呢，还没90哎，可能会吧。还有，应该之后也会有传出现防止玩家没朋友。哈哈哈。终于意识到有些人没朋友了吗？看看哦。
也不是边缘人呐、啊，就是真的没朋友啊。还要求我没攻击招了，惨了。没攻击招，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来吧，谢米。让他看看你的厉害，小刺猬。那小雨蛮喜欢幻兽的，就是他也喜欢伊拉奇，也喜欢谢米。啊，梦幻跟雪拉比那些就不知道了。欸，雪拉比好像也喜欢。梦幻跟玛纳菲那些就不知道了。等一下哦，差几次，出来再看一次。高猛六次，迅疾七次。嗯，笨的不好说哎、欸。你看那些无毛的猫，它也还是会喜欢啊。高猛六，对不对？哦，要讲色尾的话，那梦幻当然可以了啊。升到哪了？哦，看一下，这只鱼好烦哦，睡着又醒来，睡着又醒来，高猛一次，黑暗洞一次，暗黑洞，黑暗洞，暗黑洞一次，迅疾七，迅。最新的幻兽叫什么？哪个叫最新的幻兽？你说，你说小星云？哎，不是，你是说极具很像一只手？
骨架的手吗？五个字，然后忘记了，独家钢还是叫什么东西的？那只猴子吗？哪只猴子？三。哦，煞戮的哦，你是说哦，那只电猴吗？欸，完啊，他原来他是幻兽哦，完了，是不是该看一下剧场版了？欸，干，我没按引球了。我差点讲幻兽哈，欸，波哥德马尔吗？完全谁啊？一个球当幻兽，一个刺刺的球。好可爱哦，喔，就说其实小雨还是有少女的心吧，你看那么勾追，这么的勾追，会不会中？没中，欸，他算大型幻兽没错，本来就是太大只了哦，喔，好，剩两次暗影球，谢谢军机。达克莱伊跟阿尔宙斯也是大型啊，对你忘记了，对呢啊，就是因为阿尔宙斯是幻兽，还有不能带出场，哎呦，我那时候给我的阿尔宙斯学了光强反射臂，还有哎，欸，还有什么？哎，欸，神速跟一招忘记是什么了，想说拿来当开场用的起点型的，结果。他说阿尔宙斯是幻兽不能用，我说干，我就想想啊，一般系没有几只可以学那光强反射臂了，能学的就是那个谁，然后猫头夜鹰吧，然后不然就只能用图图犬了，所以我那时候在麦块的那个比赛才会带图图犬。Go 里面也不能换哦。阿尔宙斯很帅啊，但是规定就是不能带幻兽啊。啊，幻兽都水桶腰啊，种族值600就不行啊。你看那个卑鄙的神兽厨，用一只达克莱伊把小智的队伍打趴，看那该死的神兽厨。对我们的置业做了什么？鬼！太多！奥尼盖！哎呦，那么凶哦！真好奇他后面四只到底是啥，真的
好奇死了。哎、欸，嗨，你好。好好奇哦，他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那时候在想啊，被叫神兽厨，就只有两只神兽嘛。有第三次设为裂空座，我娃娃气死了，哇，气死了！所以小智难过到后面画风崩坏，画风崩坏是那个吧 ？XY 之后啊，冠亚军的时候又输了，一蹶不振，又崩坏了，不是吗？我从此之后发高烧，还是做了一个梦。所以阿罗拉其实就是，还是真的小智在梦里面的剧情。嗨，泡芙。你好，你好，哎我呀，啊，哔哔哔哔哔哔。害羞害羞，达克莱伊再两颗球就结束了，剩下谢米了。两颗球。Hello。带了一般系列，我在冲他小，我在冲他小，我要浪费他的一颗球。每次都忘记，那时候丢那个谁。奇拉蒂娜也是在打那个姆克打不到。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嘿嘿，最后一只，最后一只。啊，还好好多、哦。效果都不好哎、欸。反观种子，你想直播什么？就上次你们一直推的那个啊，吸血鬼幸存者啊，还是什么的、啊。其实有些游戏可以开始玩了。那明明阿尔宙斯刚出没几天，那个吸血鬼幸存者一大堆人在玩，没有玩，还玩阿尔宙斯，是怕你看同时两个成瘾会很危险。
啊，边玩阿尔宙斯边当吸血鬼，这怎么办？啊，做人还是专一一点比较好吧，对不对？然后担心阿香之后会比较少来看台，啊，毕竟阿香那时候是也是战争才认识到的。那个、哦、好多人在玩，我记得像素风格的，对啊，就是我很喜欢像素风的东西啊。如果你看打宝类我也爱，像素风我也爱啊。如果有打宝像素风的，那不就完蛋了吗？我最爱啊，完蛋了，我没招了。哭啊！有能量球，可以可以。嗯，就是他这阵子又一直改版啊，那个我都有。稍微关注啊，但是就是没有玩，有玩时速里。节奏地牢那更不可能啊，节奏地牢是不会碰的名单之一。你刚刚入坑阿尔登打狼，加油加油。艾拉瑞亚算吗？我已经破台很多次了、欸，连那个灾难啊，之前跟蓝蓝也玩灾难模式啊，也破台过啊，这只是有些道具没有收集干净而已。你看哈记其实开加班台可以玩泰拉瑞亚，你想退款？好呀。那时候你想跟他说，哎、欸，你其实。你开加班台就玩泰拉吧，真的玩完一轮，你也差不多，游戏时速也是快200小时。没中，分到卡比之心。哎呦，你蛮傲娇的嘛！哦，还有枯骨啦，枯骨那时候更新好多，但都没有玩。我比较想玩到新入骨作者新风格那个，然后你是说可以在餐车上面种东西那个吗？干，按错，那个我有看欸，那个我蛮想玩的。星座什么时候上啊？不知道、哦，我也在等啊。今年冬季哦，哦，
哇，干，这表情真的变得很夸张哎！你看哦，一脸不屑的脸，然后，这完全是看我自己的脸哎！我刚刚脸就这样子啊，很困，然后只是想要打哈欠的时候，眼睛变大，然后嘴巴变大，这怎么嘴巴一直张开的啊？啊！哦，你说喜欢傲娇的你吗？讨厌！我没说不喜欢哦，我直接说到啊，讨厌。我以为被理所当然的无视掉了，没有啦，没看到而已，是真的没看到啦，这算无视吗？嗯，害我想不起来原本的剧本，干嘛？你原本要接什么哟？啊，助手男人。我小鸭鸭，小鸭鸭怎么了？我小鸭鸭，哎呦喂，我忘了。何必呀？我想到小鸭不是刚刚都没打字吗？啊，怎么突然 Q 他？对不？哇，他们手牵手，哎，随机点，哎呦。嗯，看这边点蓝蓝没有用呢，他被隔壁台绑架了。怎么你吓到啥？你刚叫别人，奇怪、欸。
你刚刚叫别人，啊现在说你吓到什么？你是不是也怪怪的？哎、欸，怎么办？嗨兰兰，你知道吗？我最近在用 GIF 图，我有空就能听。那你有听到我昨天在讲你的事情吗？我忘记是什么，但是讲你的好话。哦，我最近在 GIF 啊，有把那个布布比爱心的那个弄出来，可是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弄不好，所以我应该是真的要全部重画了。哎，兰兰点名，哎、欸，你是真的要去吃那个寿司哦？昨天太忙跑到哭，然后你半夜爬起来那边玩，可恶！我看到你是哦，昨天就在无聊在看那个哈记台的时候，你说什么？因为你隐藏了，然后突然上线，想说，哎、欸，怎么是这个账号？然后点开来看，哎、欸，你的头像那个好那个什么徽章好可爱哦！欸、他下一个的兔子要花好多钱。你看，我刚刚就在想说，点名的话，第一个当然要点蓝蓝，那再来嘞，邻里历程。哎、欸，对对对对，好诶还在吗？蓝蓝，你还记得好诶吗？还记得他吗？哎、欸，好。他最下面那个很像中毒的兔子、欸，粉色粉色紫色紫色的，对吧、啊？哎、欸，好，讲话，哎、欸，好。我记得他十分钟前还在啊，还是二十分钟前，他不见了。干！哎、欸，我其实没吃过那种满满的鲑鱼盖上去。我那时候吃的盖饭都是那种一汤匙，然后丢在上面而已。哎，六六啊！我刚刚也是看到说什么，反正教主下一个想玩什么时候？我看到节奏医生，我就想说。节奏一声不行啊，那是懒懒喜欢，我不喜欢啊。我也没试过好的。对啊，我想要尝试看看那种一整口然后卵爆炸的那种感觉。感觉很过瘾。来，你先去吃。吃了好吃再跟我分享。下次有机会我再去吃吃看。哦，还要聊到 聊到这个啦。我是说，我感觉你可以教哈记玩泰拉瑞亚，因为他那一次不是开台有一次是说泰拉瑞亚其实想玩玩看，然后他是说之前忘记是什么东西导致后面破关，然后我就说就是西瓜群的那个干爹直接带他黏王黏到毕业，所以他没有体验。你回来了，哈喽！太老气！哎呦哎呦哎呦！买买买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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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嗨，黑糖！哎、欸，我今天看到你那个的 po 文的时候，我就想说，干，还是。我偷偷跑去蒸鲜，然后点那个乌龙面跟蒸蛋来吃就好。蒸蛋加乌龙面，这样就快300块了。蒸蛋80嘛，啊乌龙面好像260吧，还160忘记。哎、欸，然后蓝蓝，你那一箱。我完全忘记那箱存在了。
有你麦香里面的那个麦片我还没吃，我很抱歉。你给我麦香里面的我都还没吃，主要是当时真的是舍不得吃啊，你懂吗？我等一下去楼下拿一次。坏了啦，没有吧？害我打了太多，你是笑太惨。我很抱歉。哎、啊，所以你们昨天晚上几点啊？我昨天挂着去看那个动漫解说，我在看那种几分钟动漫解说，然后回来就发现哈基怎么躺的姿势跟啾啾一样。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怎么可能 ban 了你呢？大概五点都睡了。哦，对啊。然后昨天我看哈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姿势是一只脚弯的，一只脚直的，然后一只手还遮着脸，另外一只手就举高高又遮着脸。我想说，哇，这姿势也太像啾啾了吧？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懒懒的小账可以背吗？不行，不可以。你背了他之后，他会忘记回来，他会忘记回来。哎、欸，不过昨天听你们在语音的时候，你声音变好多、哦，你真的比较敢讲话了、欸，哎。以前都会很像把嘴巴给捂住、盖住那种，不好意思讲话。就你最懂我，哎呀，你也很懂我好吗？那你现在在干嘛？不然 Q 你之后会不会打扰到你，像画图还是怎样？想说，如果再画图就去画啊。刚只是刚好点名。我昨天说话都在发抖，麦克风。对啊，就是你照理说那时候跟我玩的时候也都是讲话会抖抖的，不敢爆麦，然后每次都在问说，刚刚声音会不会太大声，会吵到你们，还是有没有爆音还是什么的。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很好听啊。那昨天听你们在玩的时候就是笑嘛，一直都在笑啊。然后笑到会互相嘴的那一种，你真的太懂我了，哇靠！啊，不是哦，你现在作息大概就是阴台画图，然后不然就是睡觉挂台，还有什么上班挂台，还有什么没了，玩游戏比较少了，最近好像。哎、欸，我不知道、欸，因为你隐藏我看不到。哎、欸，我还不敢嘴哈记，怎么可能嘴下去啊？他应该吓傻吧？啊，蓝蓝小天使被嘴人了哎、欸！哦，大概会这样子吧。那有时候太懂一个人，都会学他讲话方式。怎么会？你是蓝蓝小天使哎、欸！很规律，对啊，所以刚刚才想说，节奏地牢那应该是蓝蓝吧。然后最近其实我应该不是说最近啊，阿纪他们，阿纪阿汪影月最近在玩那一款，我其实那时候已经买很久了。哎、欸，碍于没有找我，阿伟有没有去问的情况下就没有玩。啊，只要是我在玩阿尔宙斯，他们应该觉得说在玩阿尔宙斯，没有在玩。绝人精。没有啊，就都知道你们下一句要讲什么哎、欸，对不对？感觉超赞。对啊，我觉得那款其实自由度还蛮高的哎、欸。我现在还没看过他们玩啊，因为实况的时候他们也在实况啊，关台的时候已经提早一两个小时关台。哎、欸，我问你哦、喔，你那
那时候泰拉瑞亚的那个跟东石大联动，你那时候玩的如何？那时候我看到你不是有 po 温蒂的那个吗？妹妹出来。刚猛刚猛刚猛，还有七十刚猛就结束了。他们现在没玩那个 TD 了啊，现在有在上线只剩下我了。可是想说他们都没有在上线，我就没有想要开了。还没开始王子是晃晃。哦，啊，我问一下，那个妹妹出来的条件是什么？要有墓园对不对？要墓碑够多。来看北西队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说你还不敢追哈基，那意思是说你敢追我咯？也是啦，我觉得你很敢哦、喔，啊，你不敢，但力宏敢，敢都是谁啦？谁要教坏我？番茄是不是你？你不敢，但力宏敢啊！等等，我其实没有叫出妹妹过，应该不是我，来，我不够勇，有啊，有好不好？好。等下下去拿你的那个麦片来吃了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你 po 文啊，啊，那时候谁小信哦，还是谁 ，Polo 吗？有在你的那个文章下面留言啊，啊不，白安娜，白安娜，你那时候说什么找人玩游戏之类的，白安说可以还是什么的，后面那句听的台语，对啊，就是力宏感呐、啊，你不敢但力宏感呐、啊。你想一下，那时候是你好像后面有个妹妹的鬼魂，然后那时候截图说什么泰拉真的好好玩什么之类的。好，你先画图，你先忙啦，感觉你那个图是工作的图。结束了，现在打这个好了。各位，课题结束了。阿尔宙斯玩了一个月又十天，记录一下。干，对不起。万一有空再一起玩，可以啊。我现在都有空啊，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吧。哎，应该说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再来一起玩。还是等我休假，等我休息再来玩。343小时，看一下，全完美了，好累哦，真的。那我们要去练一下鲤鱼王，啊，那课题打不过、哦。睡啦，睡啦，睡啦。快跑啊，吉利蛋，快跑！谢谢，谢谢，谢谢。好了，我们可以换游戏了。终于不再是阿尔宙斯的封面了。我们终于可以玩大量发生了。破音，爱包包。啊，潜水潜很久、哦。
啊，我想起来了啦，我想起来，我其实昨天要干嘛，忘干嘛干到忘记，就是咳咳我想画一张就是爱心大一点的图，就是有补补，但是爱心会大一点的图。那有时候有谁来了，就说哎、欸、嗨蓝蓝，然后贴个爱心这样子。两只嘎嘎出现了，哎、欸、对耶，兴奋到破音哦，破哦，破产了，破产。好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爱心太小了。我那时候想做的是爱心很大的。这个比较是在回应人家回，懂吗？步步加大爱心，对啊。哦哦，也谢谢阿香，还有笨麻叔，还有谁啊、在里面帮过我的、番茄，还有索尼克，索尼克早期。Hello， 你是 Excuse me？ Hello， 啊，不就还好，自动存档我有打开。哦，猪肉麻薯嘞，早早有看到他在隔壁米亚台吧？啊，有人赠送订阅，有送到笨麻薯。然后那时候有看到他有被送到，哎，干不是哎、欸，还有下马克，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能忘记他们嘞？还好，玻璃嘎仔，两只嘎嘎，对，一个叫小鸭嘎嘎，一个叫嘎嘎，不然两匹嘎嘎还是要两头嘎嘎，一个是一个算头，一个算只，好不好？啊，谁要当头，谁要算枝？没事，再不还有备份档。你是说就是什么按下什么叉加 B 那个东西吗？没事，我去过阿亮，对对对，阿亮，你回来过来，阿亮回来，阳台很危险，下来。不要哭，忘记了你。对，还有阿亮，不能这样情绪勒索。跳阳台是很危险的哦。刚好失恋，对啊，终于可以换游戏了。欸、对耶，等一下哦，看一下资深道。啊，资深道只能带单滴之鲤鱼王，对不对？等一下哦，满了啦！看一下哦，资深道，资深道，啊，石头在这里，我、哦、又快满了哎、欸！为什么牧场会没有鸟点啊？很累、欸。
怎样？金鱼，金鱼在哪？在这里。我可以抽一整夜黄色的色尾。来咯，资深道鲤鱼王87等。打架，哎，好妖你哦，看到吃杠吃和取消四个键同时按亮起，怎么按？声道，好赞！开始，来吧！铃，去吧，药起。哎、欸，多大、啊？他可以学技能吗？哎，没有。哎、欸，我去爬个文，等我一下哦。我总记得说练到90级啊。还有鲤鱼王，资深道。哦、我知道原因了，等级不够。有啊，我撑血量，血量撑不够高啦。等一下哦，有，哎、欸，好像还是不够哎、欸，然后正要练等级哎、欸，就是给他吃糖果好了。糖果，哎啦啦啦啦啦啦啦，舌头很灵活、哦。来了来了来了 ，Go Go Go！ 再一次，连胜道，有这东西哦、喔，挑战可以考虑全100打资深道。那请问前我100等的时候还可以进化鲤鱼王吗？哦，可以了，哎、欸，差那么多、哦，9到10的防御差太多了啦！干在啦，
最好是。不可能。为什么第二次伤害会比较高？ Excuse me。撑不住，还是等级不够？感觉一百等会比较稳。对啊，无法使用道具啊。跳啊，鲤鱼王跳！106啊，这是，哈哈哈！啊，我去练等，我去练等，我去练等。我觉得我可以连发手法放到八，我什么？我站你一下哦。我其实在那边可以看他自爆啊，我就不用出去打了、啊。哎、欸，对耶，在那边可以看他自爆哦。他说越炸越痛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刚不是绿色的血吗？你可以用神奇糖果啊，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有经验糖果不用，干嘛用神奇糖果？啊，吃糖肉，吃糖肉，硬 A 流，算了，不要这么，不要在这边丢人现眼了，吃糖果，吃糖果，哎呦呀，还丢人现眼啊！哎，那么多糖果不吃，吃经验。还是去练吧，没有啦，吃糖果就好了。这血量可以了吧？不信啊！这一次如果打过的话，我们就改日嘛；打不过的话，我再来吃糖果。哎，请为这只鲤鱼王加油！繁星，我生病了，你怎么了？什么病？对于我的相思病吗？哎、欸，唔掉哦，唔掉哦，怎么越来越痛了？他等级是有提升。吃糖果咯，哎、欸，不行哎、欸，好啦好啦，我吃高一点啦，我不闹了，我不闹了。然后看影片，人家练到90等就可以过啊，我怎么差那么多？糖吃糖，没有日麻打了，各位，我们说好的，哈哈哈哈，用。可以了吧？哎、欸，咱们丢人现眼几次了？哎、啊，你生什么病？怎么不说？不，因为我有咳嗽。然后嘞，咳嗽就不是僵尸病了吗？可能用头目吧？不是啦，头目跟这个没有差，头目的差别只是差在说等级一开始比较高，跟那个啦，努力值啊奋斗值练的比较那个一开始就比较高而已。
太丑了吧？就是看脸的欸，看脸的任务。武剑上，哎、欸，对耶，如果要完美的话，那是不是也要搞这个东西啊？哦，资深到是有宝可梦球这个东西哦。哦，肉比较厚吗？好喂，哎呦呀，好了。我们在要干嘛？要开始虐了吗？虐什么东西？打鲤鱼王吗？你是说打资深道吗？可是这种任务 我真的没什么兴趣耶、欸。啊干，撞气球！啊，还五颗金珠！哇啊，怎么还有？我向警卫的木谷报告、哦。木谷，是他吗？哦，有认真印章哦，好烂哦，好烂哦，好烂哦。好啦，我们换游戏。要打日麻的，先打开游戏吧。我去收个东西，等一下再回来。啊！好不容易全部解，看到资任务栏有资深道的阿扎，好不容易。你是说资深道以外的任务吗？那有没有解完资深道，结果有下一个新的资深道任务啊？那是解不完啊，好烦哦、喔。哦，你全家人都中招了。拍拍，我先暂离哦。你们乖，可以打开 Switch， 不是 Switch 啊，打开日麻了哦。等一下上线，我先把碗盘收到楼下去。哦，好冷，好冷！我吃了多少？什么东西吃多少？啊，月魂
麻将。我对面那个一直自摸，你告他，你告他，你他说你可以告他性骚扰。你可以告他，干你好冷哦。哎、欸，日夜温差太大了啦，有点受不了了、欸。那房间20度，今天早上36度。他说白天呢、啊，准备了、哦。哎、欸，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资深道结束后，是滋滋滋，大滋滋声道啊。啊，怎么不是520啊？哦。等一下哦，我需要 PP 间，太冷了，不然你看我等一下手握滑鼠又会抖。我以前有拍给冉冉看过，我说哎、欸，你看我手好抖，啊，好冷好冷好冷，然后 P 好皮，你这里好热，不行，我真的好冷啊。而且我刚吃了过期3天的布丁，明明是给小朋友吃的，然后跟我讲说，哎、欸，他们吃不完，冰箱布丁给你吃。啊！这咋办呢？我又开始抖了嘛，你可以注意看我的滑鼠啊。对，现在还没抖，不过真的很冷。我现在手脚很冰，冰冰，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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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什么？黑糖怎么了？砰！砰！给我爬！又爬，又爬，病友们都在想，对啊，从号码牌，轮到我了没？轮到我了没？六，你可以戴手套玩啊，你讲的很容易呢。哇，我怎么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想到可以戴手套玩啊？为什么没有戴啊？啊，因为玩起来会不方便，你懂吗？东西，他们在插旗，说的好像有难事情，有很难东事。很难东市吗？你说现在这一场吗？这一场很凶是不是？那、啊、万一如果东市局嘞，在场的刚刚插旗的，要不要给点什么东西？要不要拇指跟食指戳一下？我的拇指跟食指在戳了哦。ごめんなさい。お先よ。嘎嘎说的，嘎嘎。
沙熊，沙熊，沙熊。你要自摸了没？哟。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ポン。哎呦，哎呦，哎呦！你不能痛下杀手，有吗？我有放枪吗？没有吧？你自摸没有？你自摸也死不了啊！啊，自摸我死不了啊！倒在那边。我上次自摸也才多少而已，死掉就算了、啊，下一场而已啊。1600吗？还800啊？8000？对啊，就很16000或8000而已啊。好，就算你中加好了。啊，你不服怎么知道会不会飞？不想太快结束，那是你的问题啊，不要那么马后炮哦。要马后炮哦，海绵宝宝。ミスじゃないからな。我是剩一个人啊，我那时候就是在除以三吧。你想继，他想继续打。他有没有想过我想不想跟他打、啊？哦，不行，我最近牙齿真的好痛。你去隔壁啊，你去吐司喵的台啦，你让他看看这一只角色有多香。你多给他去看看男角色。你这个是今天抽到的，对不对？还是结婚？欸，他结婚后就好好看。你看看这个奶，很奇妙的奶，竟然是圆的。他这边应该要平一点啊，表示他这边垫很高，有没有？用垫起来。你要嘛有塞很厚的东西在下胸这个位置，才有办法把这边垫那么高。不然尖的吗？怎么尖的？你去看啊，你去看一些片片本本啊，也不可能圆成这样子啊。圆成这样子都是隆过的呢。我记得我那次玩到一次国士无双，也才8000块吧。
哦，牙齿好痛哦，把这要打掉了。看，哎呦，砰！昨天说把这只结婚，今天又结婚了。哦，难怪那时候你们在 DC 聊成那样子。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奶大不香吗？不是啊，要真奶啊，真奶才香啊。不然你夹奶摸下去是硬硬的呢。天白。那谁知道我又摸回来，真的可惜耶。喝水，喝水。我怎么知道？知道什么东西？你说摸我，你说我有没有摸过？是不是？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有摸过细胶吗？硬的部分，很多文章都是这样讲啊。啊，然后也有些人是说那个啊，而且那个怎么讲？之前有一个那个健身的人，就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健身教练，她有在做健身嘛，然后。通常有健身的人，他们其实胸部的脂肪会没有，你知道吗？所以通常有那种当健身教练，然后胸部的形状又很好看的那些，都是隆的。所以就很明显说，那一块就是硬的啊。我没有搓过，也没揉过啊。但是很多影片跟文章都是这样讲啊。况且我看很多那种那什么实境秀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一个硬要把自己胸部隆到什么 K 罩杯还是 I 罩杯的嘛，什么之类的，就整个就是硬的啊。它上面可以放盘子哎、欸，放那个可乐盘子，什么餐点直接放在胸部上面再开始吃。砰！哎呦，我想说嘎嘎，在蹲呢。等你体验过后再跟我分享，我姑且先信着。我要怎么体验啊？我要说聊天室有谁隆过乳，借我摸一下吗？这样生活很方便。第三只手没有，啊，哪里方便啊？欸，一颗胸部，那时候我看那个影片是说一颗球就有已经就三十几公斤了、欸，哎、欸，不对不对，没那么多啊，对不起。我现在两边加起来三十几公斤，然后他那样子已经造成他的腰支撑不住了。你说借我学术探讨一下，就觉得会很硬啊。卡
干嘛？对啊，聊天是有谁？可以借我学术探讨一下吗？どうしてこれを捨てたかって？どうしてかしらね？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カン。ポン。元安，哦，原来是圣诞树哦。可是他的画风太水墨了，不是水墨，水彩画了吧？他的线条，哇！我该放弃哪边？这边好。九死九敗。你不要在淡水被我遇到另外一个踢足球的，你是说部长啊？他们那时候最爱的部长啊？我女朋友啊，她就不是龙的啊，摸起来但是软的啊，所以我说我是要摸谁啊？你搞不搞得清楚刚刚聊天的话题？是说龙乳欸。北灵狐，有时候你讲话有点，请再通过大脑第二次检查一次，好吗？有时候讲话真的还蛮想奔下去的、欸，摸我啊！你又不是假的，你是真的，你那个用眼睛看就知道了。你说胸肌吧，那不是，那也不是那个啦。透过什么？没有欸。你等我去用假东西，不用好吗？你自然就好了，你够大了，你不需要了好吗？你已经很大了，不要再弄更大了。你付我钱，你看我就是怕你要我付你钱，所以才说好，你自然就好，好吗？但你也可以给我钱，我去整形给你看，我去整个帅帅的脸给你看。哦，牌好小哦。我很帅了，没有，我不满意我的鼻子，我还可以更帅的。代表什么？龙乳，大捏捏，那、啊、还不是因为这个的捏捏害的？那其实它的比例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就是也不是指胸部，是线条比例，然后头的大小，跟那个之前灰夜姬不一样。灰夜姬结婚后的是头大身体小。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ラン。嗯，这样就验出我摸过奶，我当然摸过啊，怎样？你没摸过吗？可怜。哎，灵狐，你如果有些行为，如果让我真的很不开心的话，我会先跟你讲，再把你ban掉哦。也不要说你做错什么，好吗？讲话真的还是过一下脑袋会比较好。リーチ、ピンフ、ドラ、ドラニ、マンガン、トン、ドラ、ドラニ、マンガン、ハク、ポンイチ、ドラゴ、バイマン。哎呦！我们就杀人了。なかなか悪くない対局だったわ。みんなも熱い対局ができて興奮したんじゃないかしら。就这个啊，这造型头大身体小啊。哎，黑糖，你看一下，这比例是不是看的就很奇怪？他的头啊，比腰还要大。你他妈的，这个你们骂一下小鱼。人間よ、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じゃ？早く捧げてくるのじゃ。哎，拉我回去，邀我回去，邀我回去，你们邀我回去。刚刚是三个人，你们邀我，有谁还在吗？哎，邀我啊！刚刚是谁？不，刚刚总共有三个人，哪三个 ？Hello， 好也有吗？无名啊，第四个嘞？第四个是谁？要诚实哦。哦，我好，都对，好，身体略短的感觉，对啊，就是我说他有大头症啊。那时候结完婚之后，我发现有这个问题之后，就很少再用这个结婚后的 skin。没有，你刚刚看到账号登出的时候，我其实在偷笑，不要怪他。怪我，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拜托他帮我登录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都怪我，你们怪我就好，我是罪人。不要再怪小鱼了，他是无辜的。哎，干，怎么？哎呦！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違いないのじゃ。你今天会杠吗？杠。短，简短有力。杠。
好诶、欸、好诶、欸、好诶、欸、好玩。充满威力，就简洁有力呀、啊！每次他，每次被他杠了一下，都是吓到哎、欸！干嘛啦？那我大声干嘛？为什么我？等一下哦、喔，为什么我想截会员那个图，是截不到名字头像？什么意思？对不起，我真的不懂。我不懂你现在的状况。怎么的？黑月安。嗯。哎、欸。要睡了，晚安。好，小鸭晚安。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你还有几场？怎么了？你想玩哦？我不知道哎、欸，看我几十类吧。哦，你想抢？没事啊，还可以打、啊。iOS 用户帮他一下吗？小鱼，我不打，不是小鱼，小鱼没有用，不是小鱼没有用啊，是小鱼不会用，对不起。你怎么可能会没用呢？哇，你这么有用！我今天比较累，教主去睡了，好，拜拜。ポンするよ。
对他要结，他说他想进群呢、啊。你看他都已经灰色包包了，还没有进群。嘿，李锦。好小、哦。我哇，26张，我去尿尿。啊、哦，回来了。我们来玩个游戏，小鱼抢到的那一场我们就关台，结束后关台，有没有很刺激啊？比游戏还刺激，不用谢我，我最乐帮助别人，乐于助人，对，是直接在讯息贴吗？就是那个啊，粉专私讯啊。就开始，欸，小雨，我有点累啦，你要不要抢进来啊？想关台啦，这样子，我就开到明天吧。哦，没事啊，我就知道你不想跟我玩，没事啦，没事啦，一直都知道啦。ロン。リーチだ。什么东西？
悪いね。それ当たりだよ。他讲进来了，只是有人在用那只账号。嗯。卡。リーチニャ。哦。是不是快飞了？是不是快飞了？起飞，起飞，活下去！我不要，我已经丧失了求生意志了。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快点，快死，快给我死！院长加油！院长死了。干李宝山的呀！哎呦，我要连装喽！做梦吧你！啊 ！Get over here！东四别怕，这样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你好了，祝你好了。你要登录了吗？那我可以上线跟我说一下，我要看到我第一名。我好了。哎、欸，什么东西？翻译成中文，看不懂。为了确保你的新闻，哆啦 A 梦关精灵儿子下次直播什么东西，好可爱哦、喔！不知道是不是贴在那里，我现在没办法看。本です。我去拆个饼干吃好了，这状况好差。回来了，回来了。リーチだ。悪いね。それ当たった。イエー。有口，好想你哦！勝利の果実はこの私のもんだ。抱歉，我嘴巴在吃多利多汁，你会接受我吗？欸，干不走，我自己走哦。为什么要问号？奇怪。你要多利多姿啊！嘴巴张开，来就口啊！
哇哦，直接口对口，来就口啊！你抢错房了，巴西！你跑去哪了？哎呀！直接杀对杀人工呼吸，你算一个房间啊？没办法啊，他们刚刚赖着不走啊。不是赖着不走，他们跑出来太慢。你嘴巴张开，等等还不被丢出去？不会啊，谁敢丢你？谁丢你？我跟小鱼跟他翻脸，好不好？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对啊，扣了我，还赖着不走。听你说想扣人，把他带去四人男啊，四番服场啊，把他抓去关，不要让他来跟我玩，我好怕。他扣起来，我就卡住没啊，没办法，我又踢不了你。你当了代理院长，你知道吗？我不想跟这两个人玩了啦！都在偷偷口人。哎呀，有一个，抱歉，原来你有例子哦。我不想跟他玩了，也太强了吧！你可以四人男，我相信场上就是四人男的好吗？我还错过大雷雷，什么大雷雷？我没有左右为难啊，左右我很幸福啊。这个裙子掀一下就好了，这个也是啊。可可都安安，
本。我没有被吓到，因为我在吃东西啊。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你为什么立直？啊？你为什么可以立直？大哥，你叫谁？什么棒棒糖？在讲什么？好，是的，晚安。感谢，感谢九个月。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啊，好惨哦！啊！哈！啊，丢掉了。三七八九。好了，吃完了，吃完了。好了，我精神好一点了。我觉得我要去买巧克力来吃哎、欸。好像血糖太低了。
刚刚跑去冰箱吃那过期的布丁后有好一点，然后主要是那个啦，主要是在开始喝水了，比较少再吃喝调饮啊，再调身体。我最近在逼自己喝水。对啊，九口哦，真的好想他哦。那个太甜了，不行，那个太甜了。我要吃的是巧克力，不是糖。我要吃的是巧克力，吃了会翻白眼的那种巧克力，不是吃糖粉。我以前蛮喜欢吃的啦，是不管是它的外面那一层巧克力，还是里面包的巧克力，那个粉，那个砂糖还是什么的。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つむ。东西，冰冰凉凉的，我这斧头到底看，当然不是啊。他刚都说可以吃的了。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啊。瓦瑞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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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我以为我跟日麻少女一样的啊，吃那种墨西哥卷饼，吃到就会很强，就没有哎、欸，我吃完是一样烂。吃完变更烂了。什么？我只是少女，讲什么？女人，嘴巴说好听一点哦，讲好话哦，女人。七。你超四天，你几岁啊？不用讲年纪啊，你大概读的学校是哪一种等级？不等级，国中、高中、大学还是出社会？这样子讲。我也喜欢吃甜，但我现在就不能吃太甜了、啊。我已经大观众好几轮了。好多观众已经，我已经打他们好多轮了，我已经
要开始好好的照顾好身体了，不然糖尿病熊阿沟产生的话很危险。所以那一次我弟妹他前阵子都买那种全糖珍珠奶茶给我喝，我吞不下去，我牙齿痛到要死。高中，但我高中以前超不吃甜的，哇，那怎么会变这样子？你品尝到爱情的美好了吗？还是你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快乐，只能靠吃甜食来弥补？现实没有让你快乐的东西，对不起，我矿泉水倒了。那这周有天天喝饮料的我，情何以堪？你还年轻 ，Joker， 你还年轻，你还是个少女，跟小鱼一样，好吗？你们都还是少女。你们高中，我们称中学，哦，半糖就是极限。那请问你的半糖是怎样的半糖？我是大神，不，你还很年轻，不许你这么说。不要因为我今天标题没有撩人，你就这么胡说八道哦。快变人妻了，你是说小云说你吗？不是啊，年纪轻也可以当少女啊，把少女也可以当人妻啊，对不对？年轻妈妈，那 Joker 的口，阿口在我们的眼中是什么？就是杀，揪杀。我是个喝正常的珍珠奶茶，那请问你的正常是几分糖？你知道正常的珍珠奶茶不是全糖呢，正常珍珠奶茶也是五分糖、六分糖的，半糖半糖哪里甜了？这样要赞的吗？你要看哪一间店啊？有一间店的半糖我喝下去跟全糖一样甜，然后点了微糖，微糖就他们的。二分那个十分之十分之三吧，还是十分之一？哦，他们的微糖跟半糖一样甜。你凶巴巴，你没有啊？你对我那么好，不对？你对小月不凶啊？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哎呦，那请问不正常的真奶什么东西？假奶啊！我很凶，我知道啊，看过都知道。老鞠，请回答，他有多凶？哦，超凶的哦！不要看小鱼这样子，我对他凶。哇！我看到你们两个贴贴的画面了。盲刚。僕の計算通りだ。好喂，小鱼请进。丢了，丢了！台湾跟香港的对决，我只会叫小，怎么叫小？比起珍珠奶茶，我比较喜欢小鹅哈。珍珠奶茶比较好喝，嗯，
我觉得阿华田，哎、欸、靠，今天在讲啊，你们那边调音有真有阿华田哦，还是你跟我讲说是超市卖的阿华田？但我会生气哦，我们在讲调音，你这样给我提别的东西，我会生气，我会凶巴巴哦。对各位，最后一场了，小鱼抢进来了，看看他可爱的小傲娇，还是抢进来了吗？小鱼，嗯，你看两个同样的框框，两个都是香港人，五十兰的阿华田加珍珠，那是什么东西？可以喝哦？那真的可以喝吗？真的有人去喝那种东西吗？这样问，真的会有人喝那种东西吗？没有阿华田呢、啊？要闹呢 ？DC 怎么了？想聊天哦、喔？哎，我们来。哦，你好卡，再说一次，喂。来。吼了他。喉糖。吼了他。吼他哦、喔。我觉得 DC 怪怪的，是你怪还是我怪？不知道。楼下的你们 DC 会怪怪的吗？关掉啊！把我关掉，把我台关掉。对。哦。什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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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不行哎、欸，你一直断麦、欸。喂。喂，你好。正常吗？你很长吗？正常吗？可以唱歌。哈？唱昨天那首歌。不要。我抢进来了，是不是可以关台了？对啊。好诶、欸。不对耶，干！啊，我快上岸课了，快上岸课了，我要口了西敏。好好，拜托不要让他口到我。干！你好烂哦、喔！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怎么知道？他就这样口了我。哎、欸，结婚有这个表情哎、欸，小鱼。好啦，我跟你结啦。不是啦，我不要。为什么？为什么？拒绝我，我好难过。我拒绝你。哇，你口了他、欸？哎、欸，没有，是一个和加一个口味、欸，还真的是口味、欸。对不起。嗯。好 ，Joko 把我们洗澡卡，走，我们跟上。对，我们一起洗。大家，我们先等一等，先去看洗澡。对，我们先去看他洗澡。白痴哦、喔！在西米那边呐、啊，气死我了！这女人真可怕。女人真可怕。同一次。除了他家的猫比较可爱，他一无是处哎、欸！你也太坏了吧！直接嘴他！哇，你也太坏了！他应该接受了我这么坏吧？
西敏，如果你觉得不开心的话，西敏上来讲啊，静音，我请你静音，对，你自己静掉小鱼的声音，对，没错，用意念静音它。起手粒子，那就是双粒子啊，奥运爸爸。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吗？哦，给我一点空间。我想说，给你很多了、欸。而且他们下面居然是有人挺吸引的，一定有啊。好可怕哦！他们就是这种人啊！嗨，哎，他进来了，嗨，可以乱说话了。他关掉，他也关不掉我声音了。讲话，讲话，开麦。哎哎哎哎，怎么了？我怎么？你为什么要口我？我没有啊。你刚口我、欸，不是我说的，我不是。对他们说啊，但是刚刚是你口我、欸，哎。是你2000，2600，2000是我。他自动。如果是2000的话，为什么我少了600块？你赔钱哦、喔。2600，2600，2600。赔钱哦、喔。2600啦。啦。我原来是你是被拉上来的哦、喔。我没有拉。没有，我自己进来的。信，因为我被恭维信。那我走。他说西敏被拉上去了。谁？不会有人拉他上来，好不好？静啊！哦、，God！ 哦，哦，我只能合小牌了，完蛋了。没关系，你先走，我垫后。七。哎哎哎！艾莎。好像可以大一点点哦、喔，顶多一个中发牌吧？没有，完全没有字牌了，发牌打出来的，三色同顺，就只能这样子了，是我最后的让步了，最后的让步，这是我最后的温柔了。我天哪，太屌了吧！完了，对不起，啊？我错了，我不应该做这么大的。哎呀，对啦，就是这样啦，没错啦，口了他。啊？不是，我才我刚刚不是说啊，我完蛋了。你真的很优秀哎、欸。不是，我要的是4条，来的7条、哦。天哪！感到幸运吗？双粒子就很幸运的啦。差一点点就天和了哎、欸！这个方吉是谁？他敢不敢为我一张？观众，他为了你一张了啊！多为一张会怎样？敢不敢会死吧？不会，我答应你，过水一定过水，你这个位置一定过水，泼一水抓西敏，优秀。我上次就很贱啊！不是个。天哪！这观众怎样？开始打你要的是不是？可敢！不要凶他！他看呢？哇！天哪！被口了！被口了！你没？我天哪！你打一张调戏之爱，就会死人吗？我答应过你不会唬你的，过你水壶西敏啊！我天哪，挑刺！他们昨天说跟我打麻，要把我的卡位变掉。嗯，我快把你整个人变掉了。把它变不见。和小牌没办法。刚牌很烂呢、欸，
为什么心里的他的，他就让我很想攻击他。啊，就是 S 跟 N 的属性激发了啊。啊，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人，我知道啊。很温和哎、欸。我知道啊。很温和。你是想干嘛？我没有。真的很欠口哎、欸、你。因为你一见到我就说要把我飞掉啊。啊，对啊，因为你就很害怕啊，你就很啊，没有，他只说要口了，你没有说要飞了你啊。对，后面我一进去 DC 我大喊杀了他，杀了他。哎呀，看来这个牌还有点距离、嗯。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哦不。我不能立直，立直都不能过水了耶。对啊，不能立。那时候碰到一巡正厅的时候，我也是傻，干我听四万，然后14万我正厅。我对家打了10000，下家打那个上家打了10000，我不能唬他，很难过。Oh my god！ Oh my god！ 好恐怖哦！没有恐怖了，没有恐怖是你说的，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啊！Damn！ 这什么样子？干你娘！你要考我？这都是你的观众啦，哎，素质真差。我不知道，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住香港。你给我滚出去！怎么同样是香港人差那么多？真的。好人不眨眼呢、欸。我天哪！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こんなの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小鱼不要！干嘛？讲太慢了，哇！你来呀，小鱼珍珠啊！不是，我刚刚在想要点画面，但因为刚好点到弄的地方。天哪！嗯，天哪！太刚好了吧？哎，你有听牌吗？哎。太痛了，庄家。推推ドラに。不行啊，一满都飞不了新民哎。两个一满。两倍啊！哇，我这牌太屌了吧！真的假的？等一下，我要截图。等我一下。什么东西？好了好了好了，我换了我换了，我吓死哎、欸！我干！见鬼了！你再截，再截，再截！等一下，我再截一次。等一下，我先储存个。我有喂那么？应该不是我吧？你问到四堂课了吗？哎、欸，等一下。不是啊，我可以 print screen 啊，干嘛？对啊。喂，你在截什么图？不要问，你会怕。好，让我看看。等一下再给你看看啦，傻眼呢、欸哦！现在给你看。哦。没有棒棒可以用，棒棒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啦，一满不需要棒棒。这牌好扯，好扯，到底是什么？这牌好鬼哦，我报警了啦！两倍一马就可以飞了，对不对？对，两倍四八。好，两倍不是六四吗？是吗？直击的话，啊，还是我记错了？不是天河跟那个国四无双的分数不一样多啊？48000是庄家的一个亿啊！哦哦哦哦！啊，你庄家被亿的话，我对啊，不是他庄家被亿也是一个亿嘛，也是32000啊，只有庄家湖边会是48000。为什么你的牌怪怪的？突然之间，你要让我口了啊？我可以吧？嗯，可以啊。好啊。什么鬼啊？什么鬼啊？他想跑了啦！我想跑了。啊、我字幕要打出去耶，我真的是很烦。斯兰克丹奇，我不会吧？哦。哎、欸，好烦哦。三颗丹棋可以糊，还是要自摸？啊，三颗丹棋可以糊啊，可以糊哦、啊，丹棋可以 啊。好，看。哎呦，天哪！气死我了！我给你看我的牌，真的是有鬼哎、欸。好啊。哎、欸，我可以再赖出去。定めは絶対です。复制。这个是我换之前的牌。我存一下给他们看。好丑、哦。另存图片。这种最近 DC 存图片都不是文这个是我换之后的牌。那、啊、你最后听什么？哦，直接去三条六饼。我直接出去给他们看看牌谱。三条六饼。我用尽了我最后的波纹了，我无法。嗯，这里，然后，来，他说这是他一开始的牌，还没换哦。好可怕！换完之后的牌，你怎么没先杠九条啊？他不会杠的呀。我不杠啊。为什么？我不杠啊。我说会杠大牌，对不对？不是，因为逛了之后别人的牌就大了，我很容易飞耶、欸。对啊，我是说你就帮人家杠大啊。我摸一下就死了。那我看一下你刚刚说哪里。我刚刚新兵打过很多张牌，我就已经可以糊了。屌，打进去就变这样了。没有啊。你如果和他是三暗克啊，我和他三暗克，可是他不会飞啊。哦，三暗克，对对啊，已经是最后一把动势了，已经。哦。无敌过水，好不好？过爆了。
杰娜，你看，不是我早就快放枪了哎，我手上有三万放很久了。你放给他就可以继续啦。你说你继续做梦是不是？对呀、啊。我本来不是你早点讲嘛。我本来不是做梦的人呢，遇到幸运真的是想要把他飞死，想要把他口爆哎。对不起，我的意思是可以啊，口爆他，口爆他。来，我想看。关台，关台，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啦，最后没看到小鱼的梦想，可惜了，可惜了。哎，刚刚如果哎有碰没碰的话，好像小鱼就可以斯兰克斯摸了。乖，好啦，就到这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晚安晚安。啊。没事，之后不会这么晚开日麻了。欸，我们的课题结束了，可以早一天直接就是开台直接打日麻。好咯，各位晚安，我也希望我能早点睡啦。好啦，拜拜。